Hello， 我是阿怪，今天要介绍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。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是一款全动态真人恋爱互动的手机游戏作品，全程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拍摄，并创新的采用真人互动影像玩法，自己让玩家完全沉浸在场景互动的真人模拟当中。在游戏中，玩家将扮演男主角古意，将以第一人称视角与六位性格长相各异的美女相识，展开一段沉浸式的恋爱之旅。一开始我们会在一个陌生的家中醒来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探索，寻找一下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，找到关键的讯息之后就会再展开剧情。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遇到第一位的女主角，在回想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事件发生，我们可以针对游戏的故事剧情去做回答问题，针对不一样的回答也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产生，有些是增加女生的好感度，有些则是会展开全新的剧情。有时候选错了也没关系，还是可以回到游戏分支再做选择。目前游戏最有趣的地方还是它角色扮演的乐趣，有很多特殊的场景或是剧情与相似的青梅竹马相遇，或者是要扮演游戏中某位女主角的临时男友，这些剧情其实都蛮狗血的，而甚至在剧情中还会有男闺蜜的出现，多达十几种的剧情，还有多条隐藏故事与彩蛋。这次的手机版本更有新的 DLC， 增加了不同的女孩，采用第一人称视角拍摄，让玩家沉浸在场景互动与真人模拟之中。目前游戏已经上市了，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我去，好了，我们要开始。我们今天玩这款游戏叫做《完蛋，我被美女包围啦》。是哪、啊？对，它是一款手机游戏，算是一个真人恋爱互动的游戏作品。是哇。那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全程都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拍摄啦，所以蛮有趣的。之前有看过类似的作品，都没来试玩。好，我们赶快来试看看吧。我们应该是喝醉了，然后现在是在……我怎么会在一个女孩家里？好，我们要等于有点小小的解谜的玩法。为什么要吸尘器啊？应该不需要吧？应该可以让我们自由活动了吧？熬夜伤身体，把茶喝了。哦，他刚刚那个画面是点选之后，啊、好烫。哪里？我靠！想起来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什么选择？哦，有选择了。现在应该是剧情啊，剧情到这里。他想起前面的故事。啊，这个人为什么？是她的裙子，不懂不懂，为什么大家这样偷看？你们有懂吗？哦，就是很露这样子啦，很露的意思啊，应该这个意思啊。好，小声提醒啊，脱下外套。脱下外套给他吧，这样才贴心吧。你好，您那个裙子，哦，给你，没事，用不着。不过谢谢你。哦，爱心 get。正面是有差吗？正面有比较好吗？到点下班，这个点了还有人来啊！欢迎光临，感谢莅临鉴赏。哦，我是拍画展的吗？谢谢感谢。会呀，日结工资我过段时间再给你。我做小时工是现结工资啊。那这样，我先以个人名义先给你50，回头200再给你，你先打车回去，算人意吧。现在晚高峰打不着车呀。那行吧，听你的。钱肯定会给你。我先走了，回家有事。哎。啊，喂，50块。你知道现在晚高峰打车很难的，前面200多个人排队。行吧行吧，你们先吃吧。他等于玩看剧情比较多哎。你下班没？嗯，下班了。我
我一个人很饿，我不想一个人去吃饭。要不我们去附近的酒吧吃点喝点？嗯，我没钱。挖魔机、啊。你别磨叽，我请你，走吧。嗯我刚看了一下，还堵着呢。我们再喝一杯。糟糕。好、哦，这个叫做龙舌兰，上面有点盐巴，再加上柠檬。看来这个女生也是有道行的人啊。爱心 get。糟糕，要得几个爱心就可以什么共度余生呢？其实之前有另外一个游戏也是类似的，然后蛮有趣的。然后我想看啊，看好像是原作里面有女朋友，然后他的戒指不见了，他也不知道去哪里鬼混，所以我们要帮他找戒指。那个剧情就很好笑，就跟这一款不一样。哦，想起来，你喜欢，送你了。啊，没有没有。昨晚咱俩是不是？昨晚、啊？肯定没有，肯定没有啊！转换，好了，肯定没有、啊。剧情不会这么快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醒来的时候我穿着裤子呢，从生理上来讲更不可能。昨晚喝了那么多。那你怎么解释我衣服被脱了？那反正不是我吧？你好无聊，算了，我走了。啊，爱心没有 get 到。不是啊。啊？糟糕，爱心没 get 到。怪不得我看着这么不顺眼，原来是师姐家呀。嗯，你俩。是。她是我小师妹，但我爸是她老师，我是她爸最满意的学生。都多小时候的事了，师姐，你到现在都记着呢。你打住啊，不懒得跟你说。难道咱们三个昨晚？你想得美，顾言，你以后不要再喝这么多酒了。我又多一个人。你不会不认识我了吧？你看我干嘛？有比较才知道金毛比较好看。顾毅，你不会真的不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吧？画展认识好不好？时间，画展。感觉猜错。当然记得了。反正那个长得差也没关系，是不是？长得差也不需要认识。啊、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我不记得我见过你啊。我去了，他要嘉宾 VIP 改变，你见不到我队长。啊，对了，顾爷，以后他们要再是难为你，你要告诉我啊。你不是要讲了吗？我昨天你被人嘲笑了。被人嘲笑了？哦，想起来了。又要猜了吗？这个场景就是家里跟画廊而已嘛。行了，别看了，赶紧干活吧。看得懂，也是挺服你的，都出来打零工了，还在这追梦呢。谁说的？我认为他的品味非常好，整个展厅里，这个是最好的。哦，爱心 get。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，这是您朋友？是啊。顾毅，赶紧把手里活停下。陪李老师逛逛，还愣着干嘛呀？好偏剧情啊！那到底有没有什么可以玩啊？快去！给我一点选项吧，给我们一点体验吧，体验的空间啊！
觉得这幅怎么样？来，选择题来了。跟我二也算了啦，有没有想要讲那个什么跟我二一画的一样？色彩的变化运用的很考究，能感觉得到传递出来的情绪，构图方面也是在审美基础之上的。我相信啊，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解读。总之，这两者的结合相得益彰，非常好。好、oh, ，get 爱心 get。我觉得咱俩的审美挺相近的。今天谢谢你陪我，跟你一起看展，很有意思。那有机会咱们一起吧。握手告别，拥抱告别，酷酷的告别，感觉要握手。不知道是对是错。再见，同志。耶、yeah, ，爱心 get， 猜对了。我也有个疑问，不过如果第二次玩、第三次玩，如果是二刷三刷的话，有可能就会故意选不同的结果。昨晚故意给我打电话。啊？手机呢？怎么是用女生的播？哎，真的耶。故意说自己喝多了找不到家，让我去接他。本来我都睡了，转念一想，万一他再出点什么事儿，我就出门了。我到了之后看见你俩呀、这醉成烂泥，没办法，我就把你俩接回来了。姑爷，姑爷，他一个人怎么接两个人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哪一天他说，如果就可以讲你是故意哦。故意，我们一会儿出去吃早餐。啊、哦，早餐我已经买好了，你们俩可以留下来吃完再走。可是我想出去吃呢。那你也不问问故意想吃？糟糕，糟糕，要选择了。好了，我想出去吃，我想跟这个。好，我想出去吃了。既然要钱。